擒敌技术是以踢、打、摔、拿等动作为基础，徒手与敌格斗的综合性攻防技术。它的特点是攻击敌要害部位，破坏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，达到擒局部而制全身的目的。在实战中，灵活运用擒敌技术对于提高官兵的执勤素质、完成各项警卫任务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手型，手型分拳、掌和勾。拳的动作要领为：四指并拢卷握，拇指紧扣食指和中指的第二关节，拳面要平，手腕要直，拳心向下为平拳，拳眼向上为立拳，用于击打要害部位。掌又分为立掌、叉掌和八字掌三种，其中立掌的动作要领为：四指并拢伸直，拇指弯曲紧贴于虎口处，手掌与小臂略成直角，用于推、切、砍。叉掌的动作要领为：四指并拢伸直，拇指弯曲紧贴于虎口处，手腕内收，用于擦、戳。八字掌的动作要领为：四指伸直，拇指向外分开，用于挡、抓、卡、拉、压。勾的动作要领为：拇指第一关节捏拢在一起，屈腕，用于击、夺。步行，步行分为马步、弓步、曲步和匍步。马步的动作要领为：两脚平行开立，脚尖正对前方，屈膝下蹲，膝盖前侧不得超过脚尖，大腿略成水平，挺胸拔背，两拳收于腰际，拳心向上，脚跟外蹬。弓步的动作要领为：两拳抱于腰际，拳心向上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左腿屈膝半蹲，右腿在后挺直，脚尖里扣，前腿弓，后腿绷，挺胸拔背，前后脚略成一线，左脚前迈为左弓步，右脚前迈为右弓步。屈步的动作要领为：右腿屈膝半蹲，左脚向前，脚跟离地，脚尖稍内扣，屈点地面，重心落于右腿，两手握拳收于腰际，两眼平视，左脚向前为左虚步，右脚向前为右虚步。匍步的动作要领为：两脚左右开立，右脚屈膝蜷蹲，大小腿重叠，臀部接近小腿，前脚掌着地，脚和膝外展，左腿挺直匍平，脚尖里扣，左掌立于右胸前，右手握拳收于腰际，拳心向上，两眼向左平视，匍左脚为左匍步，匍右脚为右匍步。基本功，基本功分格斗式、步法、拳法、腿法、肘法、膝法、倒法等。格斗式是实施攻防动作的准备姿势。以左式为例，在立正的基础上，右脚后撤一步，身体稍向右转，膝微屈，脚尖外斜45度，脚跟稍起起，左脚尖稍里扣，
膝微屈，重心落于两脚之间，两手握拳前后拉开，前眼向上，左臂弯曲，肘关节夹角在90至110度之间，肘尖下垂，左拳与鼻同高，右臂弯曲，肘关节夹角小于90度，大臂贴于右侧肋部，身体侧立，收腹含胸，目视前方。步法是格斗中身体向前、后、左、右移动的方法。进退步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进步时右脚前脚掌用力蹬地，通过腰胯的牵引推动左脚向前移动，左脚前移后，右脚随即前滑跟进一步。前移时身体重心要平稳前移，两脚应贴地而行，两脚进步距离相同，退步时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即进即退时动作要领与进退步相同，但脚步启动更突然，进退更迅速，主要用于向前、向后及斜向移动。常犯的毛病有上步过大或重心跟不上。横移步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左横移步时右脚前脚掌蹬地，左脚先向前侧移动，右脚随即向左移动，右脚移动距离大于左脚。右横移步时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主要用于横向闪躲向我直线进攻的拳和腿。常犯的毛病，左右脚移动距离不够，起不到闪避效果。垫步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前垫步时右脚前脚掌蹬地，并先向左脚后进一步，左脚随即向前进一步，后垫步时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主要用于急进出拳或粗腿攻击和急退防守及反击。拳法是格斗中主要的攻击方法，要求出拳迅速、有力、准确，可以原地击打，也可配合步法、身法使用。直拳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右脚蹬地，上体稍向左转，转腰送肩，使拳直线向前击出，力达拳面。左拳回收至下额，目视前方，左直拳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主要用于击打及面部和胸部。摆拳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右脚蹬地，上体稍向左转，右拳向外、向前、向里横击，右拳内旋，力达拳面，目视前方，左摆拳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主要用于击打敌头部和肋部。勾拳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身体稍向右转，微向前倾，右脚蹬地，拧腰重胯，右拳心向内，向下向前猛击，力达拳面。左勾拳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主要用于击打敌腹部和下额。鞭拳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重心微前压，右腿提膝，后摆转身180度，右拳反臂向右侧横向鞭打。左鞭拳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用于退手反击时击打敌头部。弹拳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左脚脚跟微外展，右脚蹬地，弹胸拔背，右拳由内向外反弹弹出，力达拳背。左弹拳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主要用于击打敌面部。
拳法中常犯的毛病有：一、握拳不实，拇指位置不正确；二、冲拳时手腕不直，扭腰纵胯不明显；三、出右拳时左拳不能及时护腮。腿法，腿法具有打击力量大、范围广、紧逼性强，能及时进行有效攻击和反击等特点。蹬腿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右腿直立或稍弯曲，左腿屈膝抬起，勾脚尖，由屈到伸，以脚跟领先，向前猛力蹬出，力打脚跟，也可纵胯，脚掌下压，力打前脚掌，左臂自然下摆助力，右拳护面。做左蹬腿时，可配合垫步前蹬，右蹬腿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击打及胸部、腹部。常犯的毛病：膝膝高度不够，蹬出无力。盘腿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左腿微屈支撑身体，右腿及膝上抬，大腿带动小腿向前方盘击，脚背绷直，着力点在脚背。左弹腿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击打敌腹部和裆部。常犯的毛病：脚腕过于用力，致使弹出时脚尖勾起。踹腿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左腿稍屈支撑，身体向左转180度，同时右腿屈膝高抬，靠紧胸前，大小腿夹紧，勾脚尖，小腿外提，脚掌对正攻击目标，闪胯，挺胸，向前猛力蹬出，力打脚掌，身体适当侧仰，左踹腿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踹击敌胸部和头部。常犯的毛病：身体过于僵硬，提膝闪胯不明显。勾踢腿，在格斗式的基础上，左腿弯曲，身体向左转180度，收腹合胯，右腿勾脚尖，由后向左前弧线擦臂勾腿，力打脚弓内侧。左勾踢腿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勾踢敌脚腕和脚跟。常犯的毛病：支撑腿弯曲不够，造成勾踢之后重心不稳。肘法、膝法具有攻击力强、力量大等特点，是一种近身格斗的方法。前横击肘，以右前横击肘为例，右臂屈肘平抬，肘尖向外，前臂回收紧靠大臂，上体左转，以蹬腿、拧腰、纵胯之合力向前横击，力打肘尖或肘前部，目视右肘。左前横击肘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击敌头部和肋部。常犯的毛病：蹬地、拧腰、纵胯不明显，力道不够。后横击肘，以左后横击肘为例，左臂屈肘，肘关节上抬，与肩同高或稍高于肩，拳心向下，向左摆头，转身拧腰展胸，大臂水平外展向后横击，力打肘尖或肘后部。右横击肘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击打由后抱腰之敌。常犯的毛病：摆头、转身、拧腰、展胸不协调，发力不一致。顶肘，以右顶肘为例，右臂屈肘，肩关节前屈，随即向右转头，转身拧腰，肩关节向后猛伸，以肘尖为力点，贴肋向后猛击，力打肘尖。左顶肘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敌由后抱腰或锁喉时攻击其胸部或肋部。常犯的毛病：转身不能和击肘同步，发力不完整。撒肘，以右撒肘为例，右臂上抬，肘尖向右，
上体稍向左转，右腿屈膝，身体迅速下沉的同时，右小臂内旋，右肘由上向下猛力砸击，力打肘尖，目视右肘，左打肘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及由前抱我腰腿时砸其背部或头部，常犯的毛病。身体下蹲不够，力道不猛。桥肘，以右肘为例，右臂屈肘握拳，随即以蹬腿、引腰、送胯之合力，由下向上猛力挑击，力打肘尖或肘前部。左桥肘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与敌近身搏斗时挑击其下额或头部，常犯的毛病。蹬腿、拧腰、送胯不明显，肘部力道不够。正顶膝，以右正顶膝为例，左腿稍屈支撑，屈右膝，由下向上猛力顶撞，力达右膝盖前侧，约于腹部同高。左正顶膝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与敌近身搏斗时正面顶击其胸部、腹部和裆部，常犯的毛病。其膝高度不够，顶击不实。侧顶膝，以右侧顶膝为例，左脚尖稍向外摆，左腿屈膝支撑身体，右腿抬起屈膝，胯关节外展，大小腿略成水平，上体左转，由右向左猛力撞击，力达膝盖前侧，同时两手由斜上方向右下方按压，用于加大顶击的力度。左侧顶膝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主要用于与敌近身搏斗时顶击其胸部和肋部，常犯的毛病。转胯转底不明显，击打位置不正不实。倒法，倒法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，合理的倒地可以避免摔伤，增强防护能力，也可用于摆脱困境，变被动为主动，同时还可以借倒法技能攻击对方。预备姿势，在立正的基础上，右脚向右分开约与肩同宽，屈膝半蹲，两臂后摆，掌心相对，上体前倾。前倒，在立正的基础上，身体挺直自然前倒至约45度时，挥臂上举，耳后屈肘于胸前，两掌呈杯状，掌心向前，在身体接触地面的同时，手掌扣拍地面，与小臂同时着地，两腿挺直，以手、小臂、脚尖将身体撑起。辅助练习：一、扣腕练习，双膝跪地，两臂上举，屈肘于胸前，两掌呈杯状，掌心向前，耳后向下扣拍地面，以两掌和两小臂着地，以此练习前倒上肢的触地动作。二、侧步练习，在立正的基础上，左脚向前迈一大步，当听到倒的口令后，左脚后撤的同时挥臂上举，屈肘于胸前，两掌呈杯状，掌心向前，在身体自然倒地的同时，手掌扣拍地面，以此练习对前倒倒地时挥臂扣腕时机的掌握。常犯的毛病，双手先着地，这样容易挫伤手腕和肘部。前扑，在预备姿势的基础上，两脚蹬地向前上方跃起，同时挥臂上举展腹，两腿挺直后摆，倒地的同时两掌呈杯状扣拍地面，以两掌、小臂及两脚前脚掌内侧将身体撑起。辅助练习：一、展腹跳，以此练习前扑跃起时的挥臂展腹动作。二、勾地练习，辅助者由后抱练习者小腿，在其向前上方跃起的同时，
向前上提拉其双腿，帮助练习者身体跃起至一定高度，并使手和脚同时着地。以此练习解决跃起高度不够和手脚不能同时着地的问题，常犯的毛病。扣腕收臂幅度过大，造成压肘。侧倒，在预备姿势的基础上，左脚向前半步，右脚向前一步，同时向右拧腰挥臂，左脚顺势前扫上摆，两臂向左上挥臂，身体向左后猛转，右脚经起前向左摆动，以右脚掌、左手臂和体侧着地，右臂上架护头，两腿呈剪刀状。倒地后还可用脚勾踹绊脚。辅助练习，倒地练习，辅助者提拉练习者左腿至与胯部同高，练习者右脚蹬地的同时，身体向左后猛转，以蹬腿拧腰之合力带动右腿向左上摆动，越过左腿后落地，呈倒地姿势。以此练习摆腿倒地的动作，常犯的毛病。身体没跃起，左手不能和体侧同时着地，造成胯部先着地，易摔伤胯部。侧扑，在预备姿势的基础上，两脚蹬地向前跃起，同时两臂前摆，侧身屈肘，团身收腿，以两手掌、两小臂起右侧着地。倒地后双腿屈膝分开，也可用双脚勾踹。辅助练习，倒地练习，可先原地不起跳，小幅度侧扑，依次增加扑倒的幅度，再从小幅度跳起扑倒，直至能跃起侧扑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练习。常犯的毛病，在空中团身收腿不够，造成腿部先着地，易摔伤膝盖。后倒，在预备姿势的基础上，两臂前摆击掌，上体微向前倾，随即上体后仰，胯部前送，两臂同时外展，仰身左脚蹬地，使手臂双肩后侧同时着地，右脚向前摆。辅助措施，一，在练习者腰部系于腰带或绳索，在其后倒时提拉腰带或绳索，助其腰部离地，同时防止摔伤。二，可让练习者脖颈处夹一帽子或其他旧便物，以助其在倒地时保持勾头的姿势。俯首擒敌，俯首擒敌是一种徒手攻击敌人或被敌攻击时实施反击的搏斗动作。斜臂，面对敌站立或行进至敌右前侧一步远时，左脚向左前半步，同时左手抓敌右手腕上抬，右小臂猛力挑击敌右肘弯，破敌屈肘，向右后转身，上右脚呈右弓步，右手扒敌肩，左手折腕右推，别压敌右臂，破其俯身下蹲，使敌右膝左手接地。斜腕，由后接敌，左脚上步，左手抓敌右手腕上脚的同时，右掌猛砍敌肘弯，右手抓敌手背，猛力下折敌腕关节制敌。拦腰摔，敌两臂在内抓我大臂，我迅速两臂在外抓敌大臂，我右小臂抬起向下猛切敌左腕，趁敌抽手之机，上右步于敌右腿后侧，右臀紧靠其左臀，双膝微屈，右手揽抱敌腰，左手猛拉敌臂向左，右手扳腰向后顶臀，将敌摔倒，右膝顶肋，右手卡喉制敌。顶摔破卡喉，当敌从正面双手卡喉或揪抓我衣领时，我左脚迅速旁迈，向左拧身挥拳，猛击敌太阳穴或左腮，重心下沉，以大臂由上向下借转体之力猛切敌小臂或手腕，破敌脱手，
上右脚与敌两腿之间，弯腰俯身，左手抱敌右膝窝，右肩猛紧敌腹，将敌摔倒，而后上左脚与敌右肩前，双手卡喉，右膝顶裆，将敌制服。引头破前抱腰，敌由前双手抱腰，我迅速降低重心成马步，同时左手扳敌后脑，右手推脱敌下额，左扳右推即可解脱。顶腹锁喉，面对敌站立，以突然迅速的动作上锁腹，双手分别抓敌两肩，并向我怀里猛拉下按，同时抬起右膝猛顶敌腹部，趁敌弯腰收腹之机，右脚向后半步落地，同时右手从敌颈下迅速穿过，抓我左手腕，以小臂桡骨锁喉，将其头部斜于我右腋下，身体后仰，右小臂上提，变压敌喉结部，使敌窒息，击腹别臂，敌由后左臂锁喉，我迅速重心下沉，防敌抱摔，同时收紧下额，以减轻对我咽喉的锁压，左脚迅速旁迈，左手扣抓敌左手腕下拉，右肘向后猛击敌腹，身体迅速右转，右臂从敌左臂下绕过，向上伸起，左手抓右手腕，猛力向左下变压敌臂，左控敌肘关节，破敌弯腰俯身。踹腿锁喉，隐蔽接敌，距其后一步远时，起右脚猛踹其左膝窝，破其身体后仰，同时双手前伸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左手抓右手腕，以右小臂桡骨侧锁喉制敌。由后抱踢，由后快速隐蔽接敌，距敌约一米远时猛力前冲，肩顶敌臀部，双手抱膝后拉上提，将敌摔倒，迅速骑坐敌腰，锁喉制敌。防夺凶器擒敌，防夺凶器擒敌是敌使用器械对我实施攻击时制服敌人的方法。压肘夺手枪，敌由前持手枪顶我胸部，我双手慢慢上举，右脚向右前突然上步闪身，同时右手抓敌手腕左推，迅速上右脚与敌右腿后侧，同时右肘前送向下磕击敌肘弯，破敌屈肘，左手向下猛折敌手腕，破敌后仰弃枪。压肘夺步枪，敌持步枪向我右胸突刺，我迅速左前上步闪身，右手挡抓敌枪管并夹于腋下，左掌猛砍敌左腕，破敌脱手，并抓住敌左腕向左后转起，右手将枪托插入敌裆的同时，反手下压敌左肘，左手上抬敌臂，将敌制服。卷腕夺匕首，敌反握匕首上右部下刺我腹部时，我双手在腕部交叉呈 X 型下挡敌手腕，同时双脚略微后翘，防敌刺中腹部，左手反抓敌手腕，拇指抵压其手背，右手以同样的方法推卷敌手腕，向左外拧拉和向后扫击之合力，将敌摔倒，而后左脚垫步，右脚蹬肋，双手猛力折腕，使敌匕首脱手。拉肘夺匕首，
即右手正握匕首上右腹上刺我上体，我迅速抢步近身，左手搓抓敌手腕，同时右拳直打敌面，上右脚于敌右腿后侧，右手扳敌右肘关节内拉，左手别压敌小臂，以半腿之合力将敌摔倒，而后右膝顶内，双手右推左拉，将敌臂别于我左大腿上，右手卷腕夺取匕首。半摔防直刺，敌右手反握匕首上右臂直刺我上体，我右脚迅速前上步闪身，左手挡抓敌手腕外移，而后右脚上步于敌右腿后侧，别绊其腿，右手推按其左肩，以左拉右按半腿之合力将敌摔倒，右膝顶肋，右手卡喉，左手拉直敌臂，将敌右肘关节别于我左大腿上。挥肘夺菜刀，敌右手持菜刀上右步向我头上砍来时，我迅速左前上步闪身，右手顺抓敌手腕外推向右后转体，右脚落地迈步，左手向下挥压敌肘，右手猛力提拉敌脚臂，以右大腿和双手磕掉敌刀，破敌对地。别肘防短棍，敌右手持短棍上右步由上向下向我头部打来时，我迅速上左步抢步近身，左臂向上向外隔挡敌小臂，右拳直打敌面或右掌猛刺敌喉，上右步于敌右腿后侧，右手虎口向上翻拉敌肘，左小臂向下别压敌小臂，破敌失去重心。下钻防棍，敌持棍由上向下向我劈来时，我迅速弯腰俯身，右脚向前一大步抢步近身，双手抱敌膝窝，肩顶敌腹，以顶腹抱膝之合力将敌摔倒，上左脚踩敌右大臂，双手卡喉，右膝顶裆。抛裆防棍，敌双手持棍上右步由上向下向我头部打来时，我左脚迅速向左前上步闪身，左手抛裆，右手按劲，左先右按破敌倒地，而后迅速齐腰，左手八字掌按劲，右拳猛击敌太阳穴或耳部。捆绑，捆绑是防敌逃跑消除其潜在威胁的另一种强制性措施，通常采用捆绑绳进行捆绑，情况紧急时也可采用旧便物进行捆绑。勒喉捆绑，敌被制服俯卧，用绳套套住敌脖，将敌臂别于背后，尽量上提，以绳子长头向下拉紧后，在其手腕处重叠缠绕，再向上提紧，从小头搭成死结。八字捆绑，敌被制服俯卧，将绳套打于活扣，套住敌右手腕由额下后拉，再将绳子绕敌颈一周，将敌左臂介于背后尽量上提，在腕部缠绕并捆紧打结。绕臂捆绑，敌被制服后站立或双膝跪地，将绳子从颈后向前在胸前交叉，分别从两腋下穿过，
由内向外缠绕三周，即大臂一周、肘部一周或小臂一周，在腕部反绕，将绳头从绳扣中穿过，使腕部重叠紧扣后背，再将绳子绕腕一周，并从颈扣绳子穿过，下拉绳头，使两腕尽量上提，打死结。捆绑应注意的事项：一、捆绑时一定要绑紧其手腕；二、打结时一定要打死结；三、捆绑的紧度必须到极限。压解，压解就是将已被制服的歹徒、罪犯安全送交执法部门或上级机关的方法。持枪押解，就是持枪对敌，并与